747货机，有团队会去负责清关，有这个检验检疫，然后再通过快速的物流将它送到武汉及其周边地区，然后能够尽快的帮助到在疫区的我们的这些就是医生护士，还有急需要这些救灾物品的这些老百姓的手中。面对这么可怕的疫情，我觉得我们不用特别的去惊慌，我觉得任何的困难只要我们团结一致，众志成城，都是可以解决的。然后大家也可以记得，就是我们在海外还有一帮同胞跟大家一起去应付这个灾难。湖北父老乡亲们，大家一定要挺住，我们的物资马上就会送到各位的手里面去。我们都是中国人，现在中国有难，我们一定会帮助你们的。中国加油，一定要挺住。武汉的朋友们，虽然我们身居海外，但我们的心始终与你们在一起。加油，挺住，我们一起共克时艰。